3月28号晚，有网友爆料称，黄致列刚才录制《快乐大本营》受伤较严重，已经紧急送往医院，好像是肋骨受伤，保佑欧巴早点好起来。据悉，因为歌手四人气爆棚的黄致列，此次再上《快乐大本营》，与当下人气爆棚的上影剧组演员黄景瑜、许魏洲同台。而进入游戏环节后，嘉宾们和主持人玩成一团，却不料致列欧巴因用力过猛而受伤，从舞台边缘滑落，让其倒地不起。随后，欧巴被就近送往医院接受 CT 及核磁共振等检查，查验骨头及内脏是否受伤。所幸的是，伤情并不算太严重，这也让其随后坚持返回节目录制现场完成录制后才乘车离开。而退场后，致列欧巴手捂肋骨处，显然比较疼痛，而出来一看到一直在等待和应援的烈火们，就立刻90度三鞠躬，不顾危险的爬上栏杆和大家打招呼。随后欧巴也在微博中回复了烈火们的关心，刚刚录制完快乐大本营，游戏挺好玩的，我自己不太小心一点小伤，我会好好休息，大家放心，希望以后还能去玩，好吧好吧，只要不影响欧巴歌手的总决赛就好。芒果捞新闻祝致列欧巴早日康复报道。